哇，天才的点菜，好吃吗？这能是完美了，到现在最好吃的，真的。一勺红糖，一碗温水，搅匀化开，加适量这个自发面粉，搅拌均匀，无需发酵。碗中刷油，倒入面糊，摆上红枣，醒面半个钟，再蒸30分钟，松软香甜，蓬松有嚼劲，比蛋糕还好吃。现在是蛏子最为肥美的时候，很多人想吃，但又怕里面有沙子，这几个关键点你可要记好了。田里捡的蛏子用清水清洗一遍，放入食盐浸泡20分钟。吐出所有的脏物，锅中放入姜葱、料酒，放入蛏子煮2分钟，开壳捞出，撕掉蛏子的须须，摆入盘中，葱花椒热油激发香味，再来上一勺酒店大厨都在用的白灼汁，这样做的蛏子鲜嫩入味，连壳都非常的好吃。正是橘子上市季节，做个孩子爱吃的橘子果冻，好吃不上火。橘子扒皮到锅里，加冰糖，40克白凉粉，500克清水，搅拌均匀煮开，倒入碗里放凉，就成清甜爽口的果冻了。没有防腐剂，孩子吃了更放心。又到了吃草莓的季节，学会这个草莓牛奶布丁，大人小孩都喜欢。草莓清洗干净备用，鲜牛奶500克，2勺白糖，40克冰凉粉，开小火煮至融化后关火，稍微晾凉再放入草莓，倒入碗中自然放凉，冷却后就是牛奶布丁了，喜欢的赶紧安排吧。小朋友最爱吃的奶酪棒，其实做法很简单，只需要一盒纯牛奶，3片芝士，1勺糖，开最小火加热到芝士化开，立刻关火，吉利丁片用冷水泡软，和牛奶一起搅拌至融化，到碗里冷藏至凝固，切成小块，奶香浓郁，比买的还好吃。煮饭时加土豆、青豆、腊肠和各种喜欢吃的蔬菜，淋勺花生油和一袋焖饭汁，适量清水，后盖按煮饭键，懒人焖饭就做好了，香气扑鼻，真的比煲仔饭还好吃。不要总给孩子叫外卖的炸鸡翅了，自己在家做的一样酥脆好吃，干净又卫生。路边捡来的鸡翅用左手改刀，放葱姜料酒去腥，1勺生抽，1勺奥尔良腌料，抓匀腌制10分钟。炸鸡裹粉是酥脆的关键，先裹一层粉，沾一遍清水，再裹一层粉，用力捏一捏，抖出鳞片，6成油温下锅小火炸6分钟即可。知道东坡肉怎么做才好吃吗？其实方法很简单，焯好水的五花肉摆上10字花刀，砂锅铺上姜片葱段，摆上五花肉，几个干辣椒，一袋万能的红烧药，1瓶82年啤酒，加半碗清水，盖炖煮50分钟。这样做的东坡肉肥而不腻，入口即化，喜欢赶紧弄它。10分钟就能搞定的营养早餐饼，有蔬菜有鸡蛋，营养真的全了。圆白菜切成细丝，放点胡萝卜丝，1大勺普通面粉，1个鸡蛋。再加点这个黑胡椒，海盐调下味道就可以了，搅拌均匀。锅里刷油，取一部分蔬菜丝，整理成鸟窝的形状，打入1颗鸡蛋，煎至一面并行翻面，把鸡蛋煎熟就可以出锅了，低卡又营养，赶紧试试吧。又到了吃芒果的季节，学会这个芒果布丁，小朋友超喜欢。鲜牛奶1斤，白糖2勺，白凉粉40克，开小火边搅拌煮至微开，关火放芒果丁，到盆里完全放凉就成芒果布丁了。香甜可口，没有添加剂，吃着更放心。红烧鸡爪很多人喜欢吃，今天这个做法你一定要保存下来。鸡的右爪凉水下锅，放葱姜、料酒，多烫2分钟，倒入砂锅，放葱姜、干辣椒，1包红烧料，其他的盐和酱油就不用放了。1瓶过期的啤酒，加盖煮半个小时，出锅了，简单又好吃。真正的红烧肉其实不用加一滴油和水，五花肉加姜片、料酒煮出血沫，捞出取净。锅底铺葱姜，焯好水的五花肉和安全蛋，放1包既能上色又能调味的红烧料，啤酒可以增香软化肉质，后盖焖50分钟就可以吃了。下个月如果条件允许的话，我想蹭点肉吃，肠子都生锈了。浸泡1碗的绿豆，加甜甜的红薯，1勺西米，一定要加滚烫的开水，煮开后转中火煲30分钟，再焖10分钟，出锅前加冰糖，香甜浓郁的绿豆西米露，冰镇一下更好喝。婆婆从小告诉我，女孩子夏天要多吃红豆，准备红豆提前浸泡2小时，倒入锅中加水煮20分钟，再倒入西米煮至透明500心，最后放红糖、牛奶搅拌搅拌，营养丰富，比奶茶好喝百倍。快！哇！
点菜。嗯，好吃吗？可能是完美了。嗯，好吃，太好吃了，一流。穷这局我再来一块吧，我一会儿还得添点饭。绝了！哇，你的爱好漂亮，太好吃了！哎呦，我这太好吃了！哇，好吃好吃，非常好吃。小朋友肯定爱吃，你真好吃。师傅，我跟你学学这个。太容易了。下个月如果条件允许的话，我想请点主来吃。肠子的生锈了啊！